喜欢穿，喜欢穿。你们也老叫我拍，所以我就是拍给你们看喽。Hello， 我还以为在拍照呢，原来是在拍视频呀。现在都长胖了，都没有腰了，天天都长这么肥了。看一下晶晶今天这个咖啡色，像不像咖啡色？超级爱出门的晶晶哦，把这个红的矮矮的，看起来可以。嘿嘿，为什么穿了头发？人嘛，就是爱臭美，臭美臭美臭美当中。我今年都已经32岁了，很开心拥有自己的两个店，第一个店是劳动的保健食品，第二个店是做轮毂轮创升级的。感谢我的粉丝一直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真心感谢你们。很开心拥有你们，真的是你们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。超级爱出门的林晶晶，我只是喜欢穿高跟鞋跟丝袜哦，只喜欢穿而已。我有两个店，第一个是敖东的保健食品，第二个是做轮毂轮创，都在重庆璧山。我现在也居住在重庆璧山了。在臭美当中，